现在在这个位置，前面灯雄县啊。这边的山看了，这边的山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一路拍了很多山了，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山的这个形态都不一样啊。现在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喊亮啊，我老师吃饭过来，现在海拔4167啊。我那码表没电了，然后先给我充了啊。先拿手机看看。各位旅客，为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温馨的旅游环境，保护
守和维护列车消防管理规定，谢谢大家。看下面那条路了吗？这也是一个长坡是吧？长缓坡，你要爬这个坡，骑自行车。女士们、先生们，为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消除和减少烟草烟雾的危害，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请您不要在列车内任何区域，包括卫生间等隐蔽处所吸烟。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限制铁路旅客运输领域严重失信人购买车票管理办法规定，如果在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工作人员将自行劝阻，不服从列车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其他扰乱列车。看了吗？这边应该就是到这个当雄县了啊。惩戒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时，将依法追究吸烟者责任。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在列车内任何部位吸烟。感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县啊。这其实有可能。